最近有一出戏剧的内容是描写着病院的外科医生到小传落的故事，引起观众的回响。戏剧内底出现的台南景点个美食嘛，变成讨论的话题。戏剧的女主角在台南市举办了见面会，嘛邀请民众来找找戏剧内底所走访过的台南景点个美食。台南市文化局影视资源中心今年有报道一下描写病院外科医师的戏剧，得到真好的风评。相关拍片的情景和美食也成为真夯的话题。市府选择取景的地点举办戏剧女主角见面会，女主角蔡淑臻和市长韦特这回推广台南旅游，欢迎游客来台南感受温暖的风土人情。只吃全部吗？会跟我提吗？加料料的吗？对，有至少吃到四五个。啊、哦，觉得怎么样？好吃极了，是好吃极。我那一天吃的蛙桂，我觉得我才是哦，原来这才是蛙桂。所以蛙桂是这个味道。要吃蛙桂要来哪里？台南。但是很高兴，我们啊暴走女外科的剧组能够带着。啊，满满的心囊一起来台南哈、哦！我们台南有一句话哈，五星大家给端能干嘛哈？希望说接下来如果有机会，希望大家的都能够来台南多多走走逛逛，看看吃吃喝喝买买，保证值回票价哈、哦。六大区都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拍摄景点，那大家也知道，小刘医师其实都是在偏乡哦。他到的第一天就说这是什么鸟地方啊、哦、鸟医院、哦、其实不会，后来其实在整个戏剧呢走到最后，他其实是爱上了这个地方的人跟风土。观光旅游局也制作戏剧景点地图手册，让民众看戏剧找找景点，为今日开始到八月底，民众三条手册到配合店家消费，也能得到店家优惠。记者孙英和安民区采访报道。